东门北入书，六都美顶在书阴阳，众生灭道，众生连口中的众生，包括母系吗？所谓印度是真心，恰恰不再是有一慈悲，你完全不自觉，自己将一手造成九界火劫，心灵多叹，既是如此，再谈无益。阿弥陀佛，佛陀，念佛自己修吧。一枪，一魔降将灭三国，庶民魔风控六都，本该勇健独立，却见历史。不服无敌雄才，晚霞红衣的亮，不如传闻中强悍。莫非假如巧如来所说，亦必须保存无量，毁灭何其前面？去求六亮。也是我作动不能。耶稣，卖苦根，为何不使用修灵魔刀？我必要。为了保存母量，毁灭托起前面，是吗？也是，连我你进进母室，永远不和几人出行，不休其他母女多杀。所和之母，还家难破，先入为主，以敌以失。摧毁我们，其实毁灭三千盖银兵不多，好。夏侯要粉碎星高红砖。但太苏该攻雄，亚苏，哇，魔术！依照巧如来经过，灵界的关卡红拥有变身之灵，若这是赝品，无必要以问血钱之术，只要施红一招，便能混入情路之中，伺机逃脱。